我爸妈后天回国。后天啊？我说我想结婚了，他们马上就赶回来了。喝口水。小心烫啊！这也太快了吧！后天，你干嘛那么突然啊？大惊小怪的你，不行，我得让我妈也去上海。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什么叫我凑什么热闹？我家静静是姐姐，当然得先见家长，然后再见妹妹了。我这个姐夫不能落后。喂，妈。对，赢了，但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什么呢？我现在就给您订酒店机票，明天一早您立刻来趟上海见一下爱静他爸。是很突然，我也很突然，他有些事儿他就是那么突然啊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，这亲兄弟我还单着呢，你们俩就后天一起见家长了。你加油嘛啊！我还是游戏懂的。我的老哥，不是你愣着干嘛？赶紧收拾东西去啊！还有时间啊？着什么急？理完咱们就走了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的老哥，明天？说明天就到。沈家妈妈上午到，吴白爸妈下午到。有这么着急吗？我是不着急，关键是吴白着急，恨不得明天就把我妹娶回去。你们晚饭自己解决。爸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买衣服，我得买些衣服撑撑场面呢。咱爸怎么比我俩还紧张啊？妈，我跟您说，您今天见爱静，绝对不能再欺负她了。我要是没有爱静，我就从这儿，看到吗？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知道。上次在医院，妈对她不好吗？咱不说这个，我今天就是想跟您说，爱静她真的是一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姑娘。论相貌，论人品，论学历，论为人处事，你这个女朋友啊，还真是比你强了不少。可就是，这年龄还是大了点。哎呀妈呀，您别老是不该说什么您就说什么行吗？就是喜欢这种比我大的，尤其是爱静这种比我大3岁的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女大男小可是大福气啊，我老婆就比我大，比我会做人，会办事。师父，同道中人啊，看到没有？爱情真的特别好。你看，他每次训我，都能把我训得服服帖帖的，倍儿舒服。而且你看啊，成熟，有魅力，对吧？话剧演员。我知道了。但您说好，今天不许欺负他。啰嗦。不准欺负他，您先保证，发誓。发什么誓？那我放心了。这个是不是我们前段时间逛街的时候你试的那身？对啊，我在唯品会上看见了，比商场便宜多了，好看，适合你。正式场合不能马马虎虎的。爸，你好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了。你还不会走路了吧？可以啊，这样行吧？怎么走？帅帅帅！你看这啊。就你最近这肚子长大了。这，我说爸，人家登门拜访，你这么紧张干嘛呀？我能不紧张吗？
你说一天见两波男方家长，哎呀，你们真是心疼你们老爸呀。这不能怪我吧？是吴白安排的。也不怪我啊，沈哲不想落后，非得同一天见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，那个吴白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到？下午就到。我们先去外公家见叔叔阿姨。那行，妹妹啊，那我先不管你这边了啊。姐姐呢？现在马上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 go go， 快去快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那以后啊，咱们得常联系。是是是。有时间多来玩儿。是。心情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也欢迎您去广州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喝早茶。一定一定啊。静静，哎，阿姨以前想不开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怎么会呢，阿姨？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嗯，那行，叔叔，我先带我妈上车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行，好，那你慢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阿姨，我送你。好，走吧，慢走啊。妈，我跟阿姨说两句。嗯，拜拜。你过来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例行公事，见完家长也不跟我腻歪腻歪。哼，那不是我爸和你妈都在呢吗？我晚上来找你，不许说你没空。有空，我爸晚上去见五百爸妈，我刚好不想去。那好，晚上见。嗯。叔叔，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您。再见，照顾好你妈妈啊。好嘞。沈哲的妈妈也是比较传统，你呢又是个硬脾气，我估计你们俩以后碰着还得吵架，你得有心理准备啊，你得让着点，知道吗？行，爸，我让着他。怎么说话呢，这孩子？终于可以单独跟你待一会儿了。上午不是刚见过吗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上午那么多人，单独见才算见。哎，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？马马虎虎吧。怎么能叫马马虎虎呢？我那个表现明明就是完美、优秀。自己都知道还问我干嘛？那不需要得到老婆大人的肯定才行吗？哎，我们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呀？什么日程？结婚的日程啊。你说吴白跟爱情都要结婚了，我们还等什么呀？人家吴白都追我们十年了。十年怎么了？我也可以追你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结婚之后我也可以追你的。你今天吃了多少颗糖啊？嘴这么甜，三两句话想把我骗走是不是？哎呀，天大的冤枉呀！老婆大人，我对你的爱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照，你怎么能说我骗你呢？少赖！反正我就是赖上你了。不够。还是不够，不够。你还不回去吗？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正好帮忙做个见证。